金毛多大吃成犬粮？一般来说，狗狗都是在8至12个月大时才能开始食用成犬粮，其中小型犬可在8个月开始试吃，但是金毛属于大型犬，因此要在1岁后才能开始吃成犬粮。幼犬粮中含有大量营养配比，能够帮助狗狗发育得更加强壮，而成犬粮主要起到的是养护和增重的作用，因此在发育中的狗狗最好还是选择幼犬粮